大家好，我是美联物业柏景台的 Andrew。 咁今日带大家参观一个炮台山的小半山，咁啊喺宝履街的景文楼。咁景文楼咧系属于宝履街同埋北景街的交界位嚟嘅，咁啊系喺正个角单边位，咁啊横跨两条街的交界，咁啊所以咧景观上咧特别开扬嘅。咁啊呢个景文楼咧属于单栋式物业啦，咁啊分别 A、B 单位。咁我哋今日參觀呢個咧中高層嘅 A 單位嘅，咁啊實用面積咧513尺，咁啊屬於兩房加一個儲物房嘅設計，咁户主咧全新裝修，咁啊將客廳裏邊嘅儲物房咧就改動咧就變成一個客廳嘅面積，咁所以你入到間屋咧會發覺咧個客廳嘅面積咧倍緊增加。咁另外咧有一個好大嘅對流大窗，咁呢一個亦都係呢一棟物業咧不嬲好受買家中意嘅原因，因為入到去個空間咧非常之流通嘅。咁業主咧不惜工本，花費咧好大量嘅裝修，咁連個地下咧都換過曬全部嘅雲石嘅，咁非常之新速速嘅。咁間房咧兩個房間隔，咁亦都做咗好多儲物嘅空間。咁我哋參觀咗呢個單位先啦。咁好啦，你見到呢間屋嘅裝修咧，非常之新穎啦，同埋好有品味。咁大部分嘅燈光咧都係用一啲暗燈去做設計，咁所以成間屋嘅主調咧、主題咧都好暖、好溫和嘅。咁另外個廁所啊、浴室咧都係全新翻新嘅，咁傑具咧非常齊備。咁而家呢一隻户型咧，其實只係得佢有交吉放售嘅啫。咁如果想揾兩房大兩房嘅客户咧，咁就必定要嚟睇下啦。咁值得一留意咧，因為佢呢個積咧500多尺咧就做兩房，咁所以個房嘅面積咧相對起其他面積咧會大啲，甚至乎呢間屋嘅主人房咧仲有個衣帽間添。咁亦都窗台位置啊，佢都做咗好多書台啊收納嘅空間。咁想親身嚟感受一下咧，打俾我 Andrew 300-2560，多謝曬。